第一次在我们的主教座堂举行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开幕弥撒，这是一个逐渐开放的教会，是一个向圣神开放的教会，让我们大家拍手鼓掌。我们的加代办还有龙蒙席也都在我们当中，他们是代表着教宗临在我们中间。除了教廷驻华代办，现场还有堂区主席、传协理事、修会代表等近百人参加今天的感恩祭。中安驻总主教蒋道中明白指出，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这一次的世界主教会议。这次的世界主教会议，我要怎么样子参与？我们都可以参与的哦。第一点，我愿意主动的参与这次的世界主教会议。很简单，就是愿意啊，我愿意。你如果是我不愿意的话，那就没有了。那最少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得到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然后主动的来参与。那我既然愿意参与这个世界的主教会议，那当准备文件出来的时候，我抢着要看啊，看那个内容啊，要讨论的是什么。当每一期的教会的杂志啊，我们的天主教说不来了以后，我赶快看啊，这个有关于世界主教会议，美国的教会啦，或者是印度的教会，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呢？我赶快抢着要看啊。所以愿意主动的来参与这次世界主教会议，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。第二，就是要在共荣的团体当中向圣神开放。哦，你不要把自己是关闭起来的，要开放，开放。同时，你要在一个共荣的团体里面，因为假如那个团体是，就分裂的团体的话，那天主圣神也不可能是在那个分裂的团体里面啊。所以在共荣的团体当中向圣神来开放。所以我们常常做祈祷的时候，我们先呼求说，天主圣神，请你降临，请你光照我，让我开始今天的祈祷。天主圣神，请你降临，请你光照我，让我好好的来研读这一个准备文件啊，向天主圣神开放。所以这个教宗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很主要的一个形象就是圣神，你看他就提出来了，所以向圣神开放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我们要有使命感。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世界主教会议，我们有使命感，它要很好，要很丰富，要有很好的结果，有使命感。我能够尽一点什么样子的心力，我们不要想说啊，那个跟我没有关系，那个是在罗马，或者是现在不是在罗马的哦。你看今天是在我们的主教座堂开幕弥撒的，所以这个世界主教会议跟我们在我们当中的，不是很遥远的。所以我要有使命感，我能够使教会革新，我能够使教会革新呢。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